来青春组的考卫赛，有请卫冕者阿婷啊，林雅婷宝座候选人阿舍蔡宗仪，欢迎两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罗德的阿舍蔡宗仪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东的阿丁啊，林雅婷。哇，来到这边哈，女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瘦，真的。哎呀、啊，越比赛就越瘦，你看她今天，来看看，你看她今天瘦成这样子，仿佛小一号呢。对耶，對，因为这件裤子啊，这件裤子、啊，裤子怎样？好好介绍一下，今天是什么口？哎、欸，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一下我的朋友，介绍这一件，那个瘦帮。律动裤，塑崩律动裤，对，是墨西哥哦，塑崩律动裤，塑崩啦。而且我以前穿那个其他的那个运动裤啊，因为我有那个烧裆的问题，对，有的时候运动的时候还要拉一下拉一下，现在真的啊，现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，而且我穿的时候我都觉得。视觉上有没有觉得小一号？有，小一个 size。以前塑崩裤都是很紧身，它有点小喇叭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因为美秀姐之前美秀姐穿的跟你现在穿的版型就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个是我们现在最新款的最新款哦，对，而且它是卖超过200万条，我们的台湾之光，200万条，真的连国外都抢不到货，它缺货。而且因为这件裤子，所以我之前。本来就是走一段路，我就觉得很懒了，因为我之前穿的那个裤子都会觉得很紧绷，可是现在都比较不会，愿意多走路，对不对？它反而让我的运动效果更好，所以它也会帮助你在这个腰臀腹的时候，让你加压，对，那种感觉，对对对，因为比较挺啦，对我们女生很在意的就是屁股、腿还有小腹，它就是针对这个在加压的。可是我想问一下，因为每个人的个儿不一样，我娘比较矮小的时候，其实也适合穿这种裤子。对，因为它伸缩性很长，弹性很大了。大罗姐跟那个美秀姐都 穿一个同一个尺寸。我觉得其实反而个儿小的人，他可以穿一些比较高的鞋子。是，他看起来就更修长，修长，很修长。说来一共来小喇叭，我干嘛这设计师有厉害？这赞。所以你这么厉害的裤子，它是什么材质啊？顶级的石墨烯材质，顶级的石墨烯，而且是我们台湾制造的，我们台湾的厂商制造的。有 PP 石墨烯，就是现在很夯的那个牌子。对，它也可以促进那个我们的那个循环代谢循环。我每次穿这条裤子运动的时候，走路健走就好了，我就感觉都热热的。那你今天是怎样？要跳舞要？必须的，我今天都穿这条裤子上来了。今天要跳什么？探戈，我要挑战一下唱跳。我今天唱跳，对，所以表示平常我们运动也可以穿这件裤子哦。真的啊，而且我确定，我上次还穿去驻唱嘞。OK 哈，因为他随便搭一条衬衫就好看了，或是上衣都好看。你还有高，对啊，好啦。是啥物经无哪会，海峡坐人心讲话多，是一路上美妙的探戈，咱拢无钱送。一个是为的人生拼的功课，所以才需要啥人做阮顶来往。两个人会当斗阵比有缘故，较坚强大家选无。